哋即將會提升一個大型鋼結構啦。呢個開合式上蓋咧係超大型，噸數超大。我哋係分為八件組件運翻落嚟香港嘅450噸大型組件，係經由東莞嘅麻涌碼頭啦，就經過屯門，然後去到惠港，再過到嚟呢個臨時碼頭。呢個臨時碼頭咧，係我哋呢個地盤嘅其中一個優勢，可以利用海上運輸嚟到香港啦。當船泊埋岸，我哋要運用我哋嘅大吊啦，去吊運跨橋板，去搭橋過去個等船道。我哋再用自動化運輸器啦，運過去平板船道，將嗰個咁大型嘅鋼結構運過嚟，運逐過嚟呢個地盤度。咁成個過程都歷時3-4個鐘頭。我哋當然用咗電腦嘅技術啦，去做咗一個模擬嘅路程、航程，令到佢好順利轉入彎、零轉各種嘅方式，去令到入到去個地盤裏面。作為一個項目經理，參與一個咁龐大嘅工程咧，係唔係有幾多機會嘅？咁我好慶幸，我係其中一個。當然啦，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香港任務啦。完成呢一單工程，係令到香港更加可以發光發亮啦。